他会连讲说，我这一点就放着听着，他要动动脑筋。我放着，他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你就不要理他，你在那边等。所以就是说，因为很多很多状况之下，就是变成说，有时候这个很困难去调教，就像你们这些狗在练到这样，打个气，打个气，打个气，啊，或者接着来讲讲你啊，那你就去讲，不能吵皮蛋，我过来捶嘞，一个礼拜要过来起见，我过来捶嘞，就变成讲，然后会给，哎，会给有几多事情，因为会给怎么调教，往往变成说他一直在。搜寻搜寻搜寻，话都有靠你聊家，都有多开，啊，变得固来，它会产生一个这个问题就跑出来，太习惯就对了，哎。像我之前有两次狗啊，有一次出门就一直在找食物，它已经饿过，对，它散步不中断，一直在找，刚才没有东西吃，对。那另外一只呢，它一食无缺，它但是很嫉妒，它就是闻谁来过这里，这两次散步都不专心的。一个在闻谁来过，一个在找东西，所以他就完全没有很研究散步这个过程。他两次都很好。六个人很匹配。就觉得。你一次六两次还是一次？一次带一次。